曼尼教室在其大厦第五楼最尽头，一进门就能看到杨老师的电脑和桌子，左边放着我们做的节目单，还摆着椅子和桌子。墙是白色，贴着地图和脚贴画，墙角上挂着大综合灯。韩语教室窗户很大，窗外能看到美丽的山。我们在这漂亮的教室里学习汉语，也做中国菜。汉语教室里有很多的回忆的事情。这条过道在吉大厦第五楼，过道很长，所以往汉语教室走得时间。这条过道的右边和左边有很多语言教室，例如汉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韩语的教室。墙上挂着很多学生们做的脚贴画，含着各个有益的事情。过道上摆着饮水机，还放着垃圾桶。地板是白色，墙是蓝色。一下课就过道很热闹，我每次通过这热闹的过道进下一个课堂。这厕所在吉大厦第五楼，比在别的大厦的厕所不大不小。墙上挂着镜子，贴着洗脸架，以过道为中心，两边有便池。厕所很安静，也很干净。墙上、地板都是白色。窗外能看到我们学校和旁边的学校。我希望住进厕所的时候，让人气氛好，放着几个花盆，挂着几张画。这是 Caster 足球场。Caster 足球场在 Caster 上校， Caster 学生和老师们都一起常常踢足球。这的色是潮绿色。Caster 足球主的 home game 都在这儿。我也常常来这儿踢足球。体育老师有时候有秀。这是 Caster 集聚餐厅，每天集聚餐厅里有很多人。这的色是白色。这是 Caster 一个餐厅，我和我的同学们不能去外面买东西。这的东西是不太好吃，可是我们没有选择。这是 CAST 的学生起居室， CAST 的同学们常常在这儿玩乐。我们在这儿做能吃东西，做作业也喜欢啰嗦。可是我们不能说韩国语。电视、打印机、白板和连盘桌机都在这儿。这是白色、红色、粉红色也棕色。